你看他的胸部还蛮圆润的哦。嗯，哎，而且他全身那个肉都很均匀。这个将来啊，生小孩，奶水充足。想更了解我吗？就快来抓住我吧。讲到比基尼，你们最喜欢女生穿哪一种的泳衣？泳衣我喜欢就是三点式那种的，最好是三点式，但是哦，中间这边还有连的，就这边挖掉，那是最性感，对，然后后面呢是不要那么大件，是掉了高一点，我有示范，你很恶心，我那是情趣内衣，连身性，就是连小连身，对，这以前是。都是分开的，对，现在有个小连的，然后这边有个环，刚好这样挖，有没有这样？对，然后勾起来。而且敢穿那种型的比基尼，他身材一定要屌中最屌，而且那个是战斧，对，那个一走到山上，那一件一出现，大家就挂。其实穿那种泳衣的人，他们基本上是不碰水的。当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那个泳衣浪一来，全部打翻掉了。不是，他走都来不及了，碰什么水？那我们先看第一位的 VCR， 请期待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户外运动的阳光女孩。游完泳，躺着吹风，喝着冰冰凉凉的饮料，最舒服了。想更了解我吗？就快来抓住我吧！刚才这整个看起来，哪一段您最兴奋？哦，最喜欢是吧？啊，那个吸管那个。人家没有吐舌头，不用学，恶心死了。小林，张梦琪，你喜欢哪一段？最喜欢就是摄影机在下面，他从上面游过去的那一段，那一段身材哦，漂亮的海报，表露无遗啊，对，很美。中心的，我觉得奔跑后面奔跑那个感觉还不错，奔跑，对，刚刚有到奔跑，最容易，我在某一个画面我已经停格了。想看的啊，这个身材算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他是那个小腹有刺青啊，待会看嘛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刺青，因为他那个比基尼那条线哈，里面有若隐若现。我们确定是刺青，后面是剖腹产的那个。喂，人家还没当妈，你干嘛？很难说，身材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当妈？你是觉得我们收视率太好了？请大家转台，好吧？第一位算是身材好。哎，对不对哈？瘦，我们要看看是谁。好，来欢迎第一位。拿着出来。接不上聊他了。那刚刚讲整个拍摄过程来讲，哪一段你最喜欢？哪一段你觉得最困难？看照片我解释你们才会比较懂哎。哦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平常也在运动？有啊。喜欢游泳吗？对，超喜欢。超喜欢。对。我就是一个阳光运动女孩。你是什么样的运动？游泳啊，就游泳，高尔夫球啊。你会打高尔夫球？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差点多少？不方便说。就是不会打。我会啊。怎么差点？为什么不方便说？请问一下，你在哪里游泳？在我家。我家有游泳池，他就是刚刚张梦琪讲的，他们家有个民宿，他有游泳池，室内对他们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家里是别墅哦，自己的游泳池更高档，纳豆帮他处理，对，纳豆有一个，他们家几姐妹一个姐妹一个泳池，没有啦，看那个多大，他家，哦，那今天对于自己拍的这个美照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我觉得有信心哎！哇塞！怎么样？厉害哦！真的吗？而且这个是哦，美感，绝对没有任何的那种情色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健康美感，健康啊！这张不好拍哦，真的。哎呦！水芙蓉哦，这个连续拍，然后选一张，对，甩多少次才光这个没有连续拍哦，没有连续拍，一张 OK 啊，捕捉的很厉害哈，光这个甩头你甩了多少次？很准确哦，我大概甩了200多次，200多次，哇塞，头晕了吧？而且
就是隔天呢，我的脖子超痛，快就快要来抽筋了。哦，脖子哦，可是你的脖子这样看，这一节蛮长的。他这个泳装最厉害就是这一条线。对，刚刚应该影片没有看到。有对对对对，我刚刚就想说你会不会有这样，有这条线，我跟你讲，那就冠军。你外面就多一条线。嗯，往那边可以夹烟就。不是。你们为了这个不吃东西。对，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有小腹，所以呢，为了要拍这个，我就是我们拍到三点嘛，三点以前我都没有吃东西。没有吃东西，跟你讲，女人有一点小腹才行。对呀，太平了不行。真的吗？那这个还 OK 吧？有一点点微微的，因为你那个小腹旁边那个骨头有露出来，它角度拍出来就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对，要不是纳豆，我们现在已经要检查了。他真的假的？然后还有一个重点，你是你这个玲珑有致，真的，但不是瘦。我们最怕是那种玲珑有致，但太瘦。其实你看他的胸部还蛮圆润的，嗯，哎，而且他不错，他全身那个肉都很均匀。这个将来啊，生小孩，嗯，奶水充足。都会想想太远了。蛮厉害，好，漂亮，好，来，真的很棒，谢谢。黄绿红，你哪一种？哪有红啊？第一张绿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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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看。你选的是执政牌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来，哇哇塞，0.1公分安全之吻，这边已经准备好。哎，还有那个啊，是台面下互动啊，私底下的互动，私底下互动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24小时靠在一起，想这个、哇，这会疯掉！这个怎么办？好，一起来看看，我们来准备上菜喽！这个就普通灵异之鸡，对，韩国的正统吃法，里面还加入蒜泥的高汤。哇，这边刚刚有加了蒜泥，为什么香？蒜泥，然后加一点热汤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呢，还要再加一点泡菜。对对，再加一点泡菜，好香哦！哎，这个这一桶啊，好香哦！全世界都喝鸡汤，这个鸡汤喝起来太厉害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5月份平日下午2到5点用餐，客人将免费送三色刀削面呐、啊！真的吗？三色刀削面，这么划算了，赶快去刻一下。好，立刻欣赏精彩的 Sexy Baby。就是这个鸡，韩国人气 up up 的在地美食，肉汁涌上，搭配酸甜酱汁，嗯，不知道新鲜蜜桃的绝色战杯会如何迎战？哇呀，出手越来越重了，我的妈哟！哎哦，哇！不会吧？哇，他好烫！
好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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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还要压着。哇塞，你爽也爽了，喝也喝了。哇，你这招厉害耶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哎呦，你这招厉害，爽到最后喝一口。没有没有，有喝吗？没喝吧？哇，还有这样的，哎，没有喝吧？刚才把我要冲了。没有，滴到滴到下边，哎，你不能爽了还说有喝。对呀，连阿那样。我到底有没有喝？哎，这个我刚有偷喝，他有偷吃，有偷吃啊。那怎么办？对啊，人也要唱好了，唱好了，唱好了。哇，你呢？这一餐你买单，哎呦，好不好？那这位可爱的小姐，你办卡。两边赚了，两边赚，一万是来来来，可以这样，两边赚。那他这样算有偷有吃的吗？偷吃了，那有吃哦，已经吃了，不好意思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。光明正大吃你，我跟你讲哈，你没有选中他，你会万坦一辈子。你闷到了，来，我帮你解开。哎，刚刚就叫你不要吃，就叫你不要吃。哎，这位正妹是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爽啊，对呀、啊，这正妹是谁呢？这谁啊？对，我们看是，哎呦，艺能界还有这种遗珠之憾，对呀、啊，至少一二三，啊，加油！最后应该要忍住了，郭鑫，哎哎，郭鑫。刚刚签又在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后来有就是有后悔吗？不继续喝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代表说我后来还是有努力赢得你的芳心，发挥一些作用，对，那怎么办？反正他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你这一关是比较难控制的，为什么？很香，除了他以外，旁边还有另外四位正妹。对，他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你可能毫不犹豫投入他的怀抱。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那但是你可以 enjoy， 你可以享用那一餐啊，好吧，这一餐你就可以正式好好吃。谢谢，谢谢。那谢谢千佑来，你休息。好，新宇，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，就在你帮老司机洗澡的同时，好，那如果你没有答对超过五题的话，你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喽。好，计时开始，请问你上次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昨天，请问你最近一次被告白是什么时候？两年前。请报自己一个料。报自己一个料。对。好难哦。时间在被一秒流失哦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哎，这太难了，不行，报自己一个料。坏习惯也可以啊。坏习惯。对啊，你是爆料哦。对啊，或者是做过一个就是不 OK 的事情啊。不 OK 的。能偷看男友手机啊之类的。好，偷看过，可是也是两年前。好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？想做不敢做，我想要去澳门跳那个塔。你最多颜色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性幻想哪位男明星呢？男明星哦 ，Oh my god！ OK， 时间到，你还是可以把这题讲出来，或是你欣赏的，就是目前觉得还不错的。歌手啊，演员啊，主持人啊，或者我们的立冬啊之类的。这个笑声是，我觉得丰田蛮可爱的。丰田，哇，那立冬听到这一段应该会想过。司机大哥，目前你觉得这个冷泉的感觉有点烫啊，有点烫。那你的手在？这手啊，太诚实了。手太诚实了。那我们要请新宇下来喽。女生比你勇敢多了哎，她完全不觉得这个是。我真的发抖哦。所以你完全不觉得冷吗，新宇？我比较怕冷。但我们老司机现在有点就是颤抖的有点严重，你可以安慰他。慌吗？没关系。不要我的刀呢？这也不是很黑的吗？还好吧，没有到非常黑，没有很黑的，不是肤色渐黑。会，这个很会。小女子，头发脱掉。哎呦，她衣服，再转一下。再转一下。你刚刚背后好漂亮。哎呦，背后镂空。再转三十六，再转三十六名啊。呜，好，你站好，我要再拉高一点。好。那我们要看白的才知道说它到底有多么黑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看白色的。哎呦，你也穿这样？这个鞋不太适合你。这个鞋子是从高跟鞋就要来。
像小哈这么体贴的人，一定是把他扛过去。好了，这样了，是古埃及女兵吧？哎呦，白里透红哎！哇，蕾丝的，蕾丝的，哇塞！哎，来，请转一圈。哎哎哎呦！哇，若隐若现的感觉哈，你就是野餐喽。失态了，来，一、二。千佑脸还是很白哦，因为我们有擦蜜粉啊。哦，是。千佑，你是属于不怕晒黑的。我超爱晒太阳。都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就是女生就是要很阳光啊，那跟我的个性也很符合。我喜欢做很多户外运动啊，打球啊什么的。是是是。对。那今天这套衣服的表现重点在哪里？因为野餐风嘛，所以有一种丛林的感觉。哎呀，是是。但是不是爆了？这是树叶什么花草什么？看是是是，乡村的感觉。可是它的上半身非常啊勾魂啊，对，因为白色，然后又可以显现出我那个。哎呀呀！黑幼的皮，谁会显现驼背？哎，可是他说对我有一点驼背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先不要驼背，我们看。好，暂停不得了。暂停不得了，哎呦，哎呀，暂停了，臀也翘了，对不对？整个呈现一个端端的境界真的，哇塞，是是 S S， 你也不需要给你三分颜色，你就开染房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因为黑而被人家调侃过，为什么？就之前我有去一个 L A 的一个音乐季，它是在沙漠，嗯，对，然后。我已经选大概五六点去那个沙漠的音乐季，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个沙漠晚上还是有紫外线，所以去连续三天，然后就变得超级无敌黑。然后那时，那很好啊，很好。我很喜欢女孩子黑，我很讨厌女孩子白。耶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心仪的对象，然后他就一直黑人，对。不是的，不是黑人，他就一直讽刺我说我真的太黑这样子，然后我心里就有点难过，然后那时候还为他去打了美白针。哦，对于他这一套的服装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校园的，好看，好看，就是野餐，野餐 OK， 因为其实女生有一些小心机，是，因为有时候野餐你是弄一个野餐垫，然后在地上，是，有时候男生。就男生站起来的时候，尤其你又高，不是那个站起来，是真的站起来的时候，站起来，就比如说他坐的比较低，就会哎，尤其你又高，对，或者有时候可能他要稍微蹲跪着拿东西的时候，哇塞，可是我觉得以你的身高，每个女生都 OK， 因为你太高了。就是俯视这样，你就算站着，他都是等于是俯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不要低下来都看得到。那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真方便。哇，羡慕死了，很明显，他自己过来的。哎呀，帅不帅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。我要跳票，我要跳票。倒来倒去，女三今天这套衣服若隐若现啊！哎呀，就是这是我的小心机，我老天爷啊！小心机，怎么样的小心机？因为我想说，就是在野餐的话，绿地啊，温暖的阳光就是要配白色的蕾丝。哎呀，那白色的蕾丝呢，为了就是让它气质又带一点小性感，所以我就是有做一点这种透肤的感觉，然后其实它前面。胸前是镂空的，有露一点小沟，所以就是气质要带一点小心感。要保持这么白，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保养？我几乎所有的美白产品，然后能美白的方法都试过，就是包含如果说是吃的话，就是我会煮一大锅的薏仁水。不吃薏仁，只喝那个水，然后我把薏仁水当水喝，是，就是不喝开水。然后像保养品，美白的产品，我就是擦脸的，我都。擦全身，哇塞！擦身体，很有钱，哇塞！那请问一下，你如果被太阳晒到，会不会大叫？我不会让自己被，失心多次。我不会让自己被太阳晒到。我跟他真的完全相反呢，我会吃喝一大那个锅芝麻，让自己黑一点。锅芝麻会黑，喝一大锅芝麻，对，然后他会喝染发剂，黑色染发剂。然后我超级不喜欢擦。不喜欢在身上擦任何东西，自然。对，我们真的完全相反，因为我是防晒不离身，然后我可能每隔20分钟我就要擦一次。哎呀，然后重点是我不会，我不会让自己就是晒到太阳。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工作或任何原因晒黑过？
我有，我是今年的那个春娜，我就去垦丁玩，然后我回来有黑了一层，然后我就一个星期之内就让它白回来。怎么白？泡芙玛丽。没有，就是吃啊，喝薏仁水，然后我洗，我都是洗美白皂，他们包括全身的美白皂是什么？美白皂，泰国有那个很有名的哦，皂肥皂，肥皂有效吗？但你有什么？请问一下三位啊，他今天的穿着怎么样？来了一点意见，他真的就是鞋子比较可惜。等一下，这个我要反驳。其实我的鞋子呢比千佑的还低，然后他对我来说就像拖鞋一样，还可以带着跑，很好走。拖鞋归拖鞋，你不用转身。对对对，为什么？他就小鞋。我转身是没有去。因为其实千佑他的鞋。千佑他的鞋跟比较高，他的是真的踩泥土会陷下去，就是不会陷下去，因为他是细心鞋。超级不是因为呢，去草地上没有人穿铆钉的啦，铆钉很像硬钉的。谁有撕他衣服会？他乱讲，他撕他衣服。是，这两天有在晒太阳吗？坐游艇真的从垦丁回来，跳的哦，看不到，你看看不到，现在看得到，哎呦，还是看不到。一，今天这套衣服是这个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就是赏花的话，就是要花跟花花配啊。对你这个好像那个宫崎骏那个卡通里面那个妹妹，妹妹，那个《托托罗》里面那个妹妹。哦，那年代太久，好好看。没关系，我们的采访到这里为止。可是很可爱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这个包包里面还有面包。就是当一个贴心的女朋友，就要帮男朋友准备面包去野餐，然后还要准备一些小糖果，是怕那个赏花的时候血糖太高。哇，是啊，男生血糖还没有年纪大。那我们看过去晒太阳会受不了。哦，你要帮我准备冰块吧，我们太哈的。然后还有，对，腾哥怕热嘛，是，准备一个小小的电风扇。哎，这个贴心，这贴心，贴心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水壶，好可爱，好像牛奶。保温保冷都可以，可爱可爱可爱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那还有眼镜，眼镜戴起来，眼镜好可爱。就会变成阿花。哇，好像阿花啊。请问一下，是今天是来抗议的？我觉得我老公觉得。来，眼镜拿下来，眼镜。哎，国际老师，他的穿着整个感觉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赏，就是赏花野餐，我觉得也未免太正式了一点。尤其他刚刚有个很错误的迷思，就是说我们去野餐一定会铺一个花布在地上，或者一个鸽子布，然后你又穿花，下半身不见，花花配，然后你整个就下半身完全被埋在土里面的吃掉，而且会很乱。那如果要去赏花，你戴了这么一个工整的帽子，会让跟你一起去的男生会觉得很有压力，因为觉得说哇，这太大，充满了那种棱角啊，好像太硬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说靠近，有点距离感。你应该戴一点点大的帽子啊，是有点波浪的、软软的，或者有点颜色。那你那个黑的，完全就让人家没办法靠近你。而且是不是应该穿夹脚拖、平板？对，而且这样子去赏花，可是还蛮好走的。在山上好走吗？我觉得野餐也许可以穿长洋装，然后条纹的那种。对，你可以长一点，然后你要坐下去，你可以把布整个掀起来。对，然后男生爬进去，好玩嘛，好玩嘛，对啊，好玩嘛，对啊。过年觉得怎么样？郊游嘛。其实我是最讨厌这种裙子。就是裤子，其实它不是裙子，它是裤子。对，你看中间夹了一片，不知道怎么管。这种东西不管，这个东西最坏，因为它有最坏。对啊，因为它让班姐看不到屁股蛋。它这个怎么样？更坏，更坏。它这个东西还有这个寸立脚，绝对有这个屁股蛋。但是他走是好像我会看到屁股蛋，但好像又没有，就是要有遐想。生气了，就是我差一点看到，飘一下，再飘啊，飘不到啊，干嘛？哎，走一次，对，没有人。好，你可能要用跳的哦。看不到，你看看不到，现在看得到，哎呦，还是看不到，干什么？电车之狼最喜欢看这种，对不对？电车之狼就想偷拍了。班姐，你跟猕猴越来越像。裙子真的不行，
是不是哪里哪里？你要讲出来为什么不行？怎么样为什么不行？他是不是夹了那一片有点怪怪？不是，你要嘛就让我看到那个屁股蛋，你不要当吊我胃口，我觉得你们三个是为了屁股蛋来的。因为隔壁棚有比较厉害，来，真的你怪怪。哦呦，那好高哦。其实来你们俩这样搭配的去，哇塞，来哇塞，郎才女貌，对啊 ，music， 其实不错哎。哎，可以不用回来了，去吧。对，来，不是，直接带走，随便。其实哎，很好哎，刚刚感觉很搭哦，很不错。所以说，你这不是你衣服的问题，是你身边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帮你搭配的。如果你看找这一位，来，我帮你。预备，去 ，Go。好像有牛郎带那个。哎，好像比较搭哎。来，好像比较搭。来，这个比较。镜花，现国。然后去参加葬礼的，先不要偷瞄屁股蛋，没有人要看屁股蛋，没有人要看。你平常在运动？还很少，很少，不喜欢运动。嗯，不太喜欢。为什么？也不喜欢晒太阳。对，那你没也不，我不害怕，不太怕晒太阳。那你但是晒不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很。哦，对，跑步太累。你可以试着挺举，练胸肌。哦，可是因为我把它练成硬的，因为我以前拉拉队的。哦，对，拉拉队啊。那你平常做什么消遣？做消遣，遛狗啊。遛狗，消遣，遛狗是消遣。是啊，可以的啦。消遣，消遣狗。那选狗食也是快乐的事情哦。蛮快乐，我有时候会。哎，可是不是，我说真的，像他，像依依这种，上围这么丰满的，要做什么运动比较适合？问他，他适合，他适合做什么？游泳吧，我觉得游泳，对，游泳，哇，福利。然后瑜伽我也在考。哎呦，千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站在后面真的很久，可以让我走一下秀吗？你是第一个出来的，需要拿这个吗？需要拿这个吗？需要。好，来呗 ，music。耶。哎呦，是。这两天有在晒太阳吗？坐游艇真的从垦丁回来。那今天这整个穿着跟我们解释一下怎么回事、啊、因为我觉得女生呢不是说一定要露腿啊或是露哪里就是性感，那是对，我觉得露自己有最自信的地方就是我就是肩啊，肩膀性感，是，你看老师刚刚讲过露香肩就一定要露，然后有一种骨感，这样子骨感，而且就游艇就是它是一种高级的一种休闲活动，是，而且它是白色的，然后白色就跟海洋就很搭啊。那为什么我会拿这个包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它防水的。人木款。没有，因为就很搭啊。老师，你觉得不搭吗？刚刚一出来，我全身看它，我觉得它全身都不搭。真的假的？非常建议你要上这个游艇之前，一定要投保你那个。意外险，对，很容易掉这么高的险。没有老师，游艇一点都不稳，它一定会。所以你就不懂，你是没有坐过游艇。我有，不懂。十一老师，你怀疑老师？他有六台游艇哎，到海边的。我在船上，我在轮机室，我这浑身油的。游艇上面，你一上去呢，你上去前你就要非常有气势，就是要高贵上去。那你上去之后，你就要换拖鞋。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因为里面就很……哦，所以你这个是在甲板上，就是走过来的时候，对，就上船的上船了。因为我们常常有在游艇，游艇码头是人家那种车子接的，如果一下来，这样其实是亮丽的。对，是亮丽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游艇，它没有抓到一些重点，那游艇其实在那里你可以做很多很吸引人的那种穿着打扮，那以他这种打扮其实还在上面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歧视，真的吗？因为他穿的太多了，然后呢腿啊各方面各个地方他都包得太紧，基本上他这种服装是不太适合，感觉像上船做生意哦。对，做生意他只是上去卖业务，上去签约，上去卖。那他这个穿着适合哪里？我觉得他适合东区逛街，对，真的他适合游轮而已，游轮，然后空间比较大，他可以这样穿是可以很自在。千佑美女，夏日出门必备什么东西一定要带身上？我有一个就是超级厉害的神器。什么神器？神器？神器？就是会迷死所有的男生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香水。哎呀，防狼喷雾剂。哎，辣椒水。香吗？香
水，香水，是不是？所有的男人就是闻到我这香水，他们说：“哎呦，你好。”付钱，付钱，付钱。我一闻，哎呀，我真的要告诉他说，如果在游艇上你喷这种香水，你就是喷一家人，人家也闻不到，因为整个风非常大，风很大，你怎么喷都是很浪费这个香水。喷一家人，他的太阳眼镜 OK 了。太阳眼镜可以了，我觉得应该绑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太阳眼镜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坐游艇的时候风很大，所以你就要戴这个，然后架住头发，就不会一直飘，在脸上。那就绑马尾。对，可是你这样的发型在游艇上完全是这样打过来打过去，没有，他在游艇上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后面头发一定是这样。对不对？一定要这样。哎呦，你这好香哦！有人嫌你黑啊？你不觉得我真的是女生，就是算蛮黑的吗？啊，那是小麦鸡的感觉。可是你要坐游艇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还不够黑，你还是白的啊，对啊，你是白的。女生打黑耶，你比你以前黑啦。对，你说有多黑倒没有。我觉得就是女生现在比较少像我这种那么黑的，但如果你男生喜欢白的女生，就去找别的白的女生。我的鸡都给你，希望你能装下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可以叫你用用吗？啊，这首歌是我们刚刚在那个告别式那边也有叫。天又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新闻上热头的人物。哇！哦，对，他又穿白西装哎。你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大宝。对，我一定要来看我们搞笑者的演出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就坐下来，自然一点啦。好。花放旁边啦。不好意思，还拿着花。对，我还在拿着花。我刚刚去参加朋友的公祭。我刚刚去参加。这个朋友的告别式，这里赶来过来是这边是因为知道你现在是单身，那其实我充白的啊，他们那个告别式就是喜欢男生，因为我是很喜欢他，希望走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很这边这么重点，你拿着花，然后对着花唱。好喜欢你。其实今天这边是有一件事想要跟你说，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有肺癌，肺炎第三期。肺炎啊！对，医生有说还好，只是第三期而已。第三期？对，那么严重？会吗？今天其实是有一我有一段话想要跟你说，我想大声地说，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哪里，我就有你。我想大声地说，我喜欢你，无论你真的有什么我想环游世界，我都想去。我想大声地说，我喜欢你。我也要去，我想大声地说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能不及，我的心都给你，我的心都给你，希望你能装下，谢谢。跟花放一个，我觉得唱得不好，主要是这首歌真的不好。因为这首歌大家比较不熟啦，对啊，我也是刚刚看这首歌很符合我的心境，对。不要那么紧张嘛。对对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想说你在这边，我特地要来跟你讲，还是刚刚那个才艺你不满意？那你还有别的吗？这个花是特地送给你的，还蛮香的，你可以闻一下。不是刚刚唱臭豆。好的，朋友，毕竟很开心。啊，不，两个花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像都在附近买的。那我还有准备一个才艺表演。你刚好接触吗？刚好，那个香花配美
来准备一个台语。谢谢陈耀，我可以叫你佑佑吗？啊，好。陈耀，其实我今天很紧张。这首歌我们在刚刚的告别式也有跳。这首歌是我们刚刚在那个告别式那边也有跳。因为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舞步，那我想说在这边才艺表演给你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喜欢我这样的人吗？你喜欢像我这样的人吗？我喜欢好笑。好笑的人太好笑了。哦，对，你以前男朋友好好笑。就是说，我是说，以前男友蛮好笑。好笑，怎样 ？man 一点。我也蛮 man 的，我可以当你的干哥哥，没问题。我不要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你慢慢伸手把花拿过来。那如果，你慢慢。不要讲话。我觉得我还是去别的地方试试看好了。那我觉得我还是去别的地方试试看。别的地方试试看。没。你应该不会喜欢我了。你应该不会像喜欢我像个疯人了。没有，这个花只是我的工具。没有，这个花只是我的工具，我要把它。对对对。你不喜欢我就不要再浪费了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亲吻呢，这你如果我觉得我们之间如果没有可能的话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没有吗？不要浪费花了。既然，你都愿意接受这个状况的话，不是，你看我刚刚没有说我不愿意接受。哎呀，你要说你不愿意接受吗？对啊，但是你可以还是可以把那个花送给我。好吧，把花送给你。但我还是可以，我可以当朋友啊，这是今天的事情。我将来会瘦下来的。我将来会瘦下来，我会努力瘦身的。我已经喜欢就是胖子。我已经去医院挂号，要做切除胃部手术。其实我已经准备要去医院挂号，就是把我的胃。缩减那个，跟白玉哥一样。对对对，跟白玉哥一样。他缩减三分之一，我以后会变超瘦。不要拿我跟那只猪比。不要把我跟白玉猪比，跟白玉哥比。白云猪。好了，好可爱。好了，你要谢谢你，然后赶快走。今天就谢谢你。希望你再喜欢。哎，白云猪，白云猪，白云猪，哇！你这白云猪，不是那只猪就好了。白云猪，白云猪，白云猪听起来很 Q 哎。对了，开始啦！真假的？真的。Hello。不进来啊？欢迎。Hello。我的朋友告别式的花，对啊，从现在用拿着，对啊，告别式的花，你那个下一场还要用，不要破坏啊！哎，那个胖的来，大宝，来，大宝，
大宝拿着你的花，拿着你的花来像花嘛，大宝，你的犯案工具，来来，过来。三界王告别是这样跟人家告别。哎呀，我朋友喜欢白色啦，这大宝不太会碰，不太会那个啊，他真诚啊，刚开始真对，太真诚了，对，对他太真诚了，现在抚平一下我的那个情绪，现在有点激动，是吗？对，哎呦，有什么好激动？就有人跟你告白啊，就这样啊，可是拿告别式的花，他因为他很实在啊，不要浪费嘛，不是，而且他刚刚说。他也没有问我说要不要跟我，就是可以不跟他在一起，有没有接受？然后呢，他就直接把花拿走。他有一个神经病在那跳蜜大腿，你这样子，对啊，刚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吗？你们都被拍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在这里啊，你不觉得这？你就坐那边啊，一清二楚嘛。对啊，还有你挖鼻孔也很清楚，有啊，有啊，还有当中还有屁股湿布啊。有遇过那比这个怪的搭讪吗？有没有告白的？因为他有点太紧张了。哦，太紧张。对呀，怪怪的。他没有紧张了，他坐着就流汗了。打破狼牙了，打破狼牙了。对呀。对，但是就是还蛮可爱的。但是我觉得你很有礼貌，你还愿意给机会。对。我又没有说不接受啊，可以当朋友。他没有说要跟我，又没有跟他在一起。如果很讨厌，你想拒绝，你会怎么拒绝？没有啊。拒绝了吗？你怎么拒绝？你我说我们可以先当朋友啊。哦，这个就拒绝。对，软钉子，另外找人卡。哦，可以先当朋友，不够多都对了。对呀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好，很有风度。好好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哎，谢谢大宝，请坐，请坐啊。